好，请听题。戴眼镜，戴眼镜。哎呀，我天，全对。全对吗？好，一比一。下面一道题啊，手势比七。哎，这一组对。听了就不要搞乱七八糟，不要搞乱七八糟的东西。对，就不乱七八糟。别乱七八糟啊！七不是这样吗？他很自信的站在那儿，咋这么自信了？最后一题，来上题。听题啊，偷改三二一。大范围，咱这种大概念的东西就可以用那个，这种大概念的，大概念就这个。偷改，大范围，大范围，偷改，二比二，二比二，二比二。大范围不是这个吗？那偷懒呢？偷懒，偷懒得是这样的。对不起，我的问题。定输赢啊！来了来了来了啊！大范围大范围大范围，来来来来来吧来吧。爬山，三二一，他们组赢了。啊！来，我要出题了啊！好，听清楚了啊！第一题，英子开门。英子开门，那是什么？啊？沙溢老师经典片段呢？啊，你看沙溢老师这个是最标准的，因为他是望监控的那个视角。英子，开门 ，Daddy。谁也没做对是吧？都没做对。我有说那英呢。好大的胆子！继续啊，白展堂。白展堂本堂在这呢，真的。继续啊，岳云鹏追出租车。这什么？燕子，这个我给我扣100分，这个。燕子，这给我扣一百。没有你，我怎么办呢？燕子。燕子，没有你，我怎么活呀、啊？燕子。啊，这边加一分，我这边是灵魂学习，哎，下一题，下一题，下一题啊，下一题，孔雀舞，三二一，你这个不对了，这个对了，对这个对了，这边下分，2-0，可以是。小鸡啄米。
我这没毛，我这你这个人都是这种，你是这种。继续啊，听清楚了啊。三二一，转呼啦圈，转呼啦圈。我们是赖福德。啊，我们这也动呢。他没举手。你们俩是这样，超越是这样，他们仨都是对的。走啦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这个桥说是几百年以前，最早是宋代末年。哇，这个真的好神奇啊，真的是船拼的。我现在正走在用船拼的桥上，这桥真好看。我真的很漂亮，这边太好看了。我们来看过河拆桥，要脱了哦。哇哦，你看他就把他拉走了。叔，拆了放哪儿去？拉走对面，就露天放。早上起来搭这桥是几点？十点。上午十点，那等于是只有五点半和十点这个晚上通航，白天是不让船走的，是吧？对。老听说过河拆桥，过河拆桥，今天总算是见识到了。真的很漂亮，这边。这个湖面好漂亮。金光闪闪的，塌几下，嘿嘿嘿，凹一下造型，哎，哇，哇塞，绝了绝了，啊，哇，哇塞，绝了绝了，可以了，蛮好看，哎呦，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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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不错哎，真的好看，拿你手机给你拍。哇，哇塞，太绝美了。还不五一哥，五一哥站这儿呗，这样吗？哦哦哦，这个好看，这个好看，哇，好看好看，哇，真不错呢。哎，回头哥，就这个回头角度，哦哦哦哦，杨超有没有？我跟你讲，哪个男孩不喜欢这样的事儿？对对对对对，你拿什么跟我换？我拿着手机给你换。天哪，男人至死是少年，哪怕34了是吧？我们去茶馆吧，走。赛阳茶馆，哇，来对地方了。哇，这茶馆好复古啊，好多人哦。就这，我上去表演节目了，我要。什么东西我吃吗？他要表演节目。我觉得小条非常的艺人。哎呦，上去就表演节目，真的有些时候我们那么不成功，是不是应该变相的检讨一下我们自己？哥哥，这话可不能说。他不火谁火？要这首歌的伴奏，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唱好，反正我就玩呗，耍呗。
去表演节目吧，大家都喜欢你。哥，咱俩一起整一首也行。一定要唱歌，那不然呢？武家坡你不会唱吗？不会。小田，你武艺哥哥是爱人，哥哥你相信我，有弟弟在，你挨不了一点。武艺，你得把艺舞起来。好，来，我们共同给大家演一首《老男孩》。先唱，你先吧。那是我深深爱着的人啊，到底我该如何表达？他会接受我吗？也许永远